小镇生活的安静，加洛阳江水的滋润，符合了这条街镇清静绵长的意韵。一个我伫个真出名的海内第一桥，接下来的时间就带阮的镜头看一个坐三里长街两里桥。欢迎来到顶闽南通天下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来收看今仔日闽南通节目，我是丹心。作家张爱玲有讲过，香港就那亲像是上海的相思之妹，那伫真侪即泉州人的即目内，会当人讲啊，即洛阳镇就那亲像是泉州的一个相思之妹。那泉州有天桥的东西塔，伫洛阳呢就倒掉即洛阳桥。而且泉州阁有一条真闹热的中山街，伫洛阳嘛有上款闹热的即洛阳街，所以讲伫真侪人的目内，即洛阳镇甲泉州是非常相像的。也毋过真侪人嘛知影洛阳镇为特别的气质，所以讲啊，今仔日的节目当中，陈心就要带大家到镇行入洛阳镇来感受一下古朴美丽。讲起洛阳镇的三里街、两里桥。对泉州人来讲，拢是非常的熟悉。这两里桥指的是历史悠久的海内第一桥——洛阳桥；而三里街就是桥北那边的洛阳街。洛阳街西为洛阳桥头交汇庙起，东到家原来洛阳邮电局连接三里四的国道，汇串洛阳古镇。总共大约三里长。按照当地的讲法，洛阳街是明代铺设而成的，前后总共经过三摆改造，最终在顶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复合交通的必经之路。沿着洛阳街散步，双边遍布了清末民初以来建造的洋式靠街路的路卡去，古朴宁静。过淡薄啊，久久，时间伫个这条街路顶面留落了一道一道的痕迹，啊，透露出一种特别的风情。而伫个这个街路头前的古迹闲事，就是未少人探访洛阳街的必经之路。因为这座开始建伫个北宋年间的古庙，有一段传奇的往事。观众朋友，担心嘛是头一摆来到这个洛阳街，那我知影洛阳街顶面有非常多名胜古迹，比如讲担心这阵所在的这所在古镇城市啊，已经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啊。那当然今仔日的节目无可能是担心一个人在讲，所以我嘛为大家请来了今仔日的嘉宾，就是咱洛阳的文史专家陈会长。陈会长你好，主持人你好。听讲只要一个美丽传说，当然甲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个叫做洛阳的古镇城市，北宋的时期，咱泉州的郡守蔡襄啊，来主持建造洛阳桥，动用了三万外的民间。哇，真多人！真多人。所以，伊建桥是造福百姓，感动了上天的这诸神仙，大家都来帮助。那其中，咱的观音菩萨啊，伊也赶来要来帮助，所以就踮咧街路边。在你即搭街路边摆设一个地主摊，免费的供应在民间哦，所以民间啊，即吹大咧来即搭啉一碗茶咧，同时伊即个茶佫唔是讲，佫是药茶，会祛病呀，会治身体疾病，所以伊安尼，逐日都摆一个即个地主摊，啉民间啉，啊民间啉了跩茶水啊，身体健康喏。
保证啦。做代志有力。有力，嗯，所以建桥就真顺利，所以建桥这六年八个月，民工的身体健康，保证了建桥顺利建成了。到公元1059年十二月，桥建成了了，啊，观音妈完成了伊的使命了，所以伊就点起升天去了。哎，等过老百姓这。哦，红莲洞原来是观音菩萨来帮助来，啊，所以就踮咧这个所在一百多天啊，建咧这件事来供奉哦，感谢说伊庇佑在民间健康，所以这个叫做国境上市，真正的一块国境，啊，搁伫咧后尾。哦，但是唔是头前迄个国境？这个是咱这几年才才搁新开的，啊，真正的国境是伫巷内面，咱不能来一看嘛，哈。行。咱拄只讲的这个国境，就是这块，哎，所以这个碑记载是800多年是民国的石碑，所以到这900多年了，啊，啊，我自细还是食这块水质的水长大，因为这块水质的水质幺，嗯嗯，所以伊说不是观音妈从这个冲到民间吃，所以民间就袂破裕，啊，阮食这块水水吃来，所以阮就长得健康，啊，所以这块的水质。这个资金虽然无吃了，因为这有扛起来水了，但是伊这个水质仍然保持也真好。嗯，这阵也是会用的。哎，啊，但是伊这个果金为吃，啊，佫滴的啊。照料古早时的车马来来去去，现在的洛阳街暗藏伫个安静休闲的氛围当中。那是讲无当地人带路，游客真可能就会错过了。在弯弯弯弯的巷仔当中，深藏的名胜古迹。其实除了古迹为迹，在这条街的中段小巷当中的王冠群进士地，也是一个让人惊叹的所在。在门前的正边和倒边，分别刻着王冠群书写白居易《春题乌巷》前半首，加听候秋日的前半首。门墙顶面棱角分明的人物浮雕，搁较是精彩绝伦。但是真可惜，有袂少精美石雕，未过了岁月的磨损，却走袂过盗窃者的贪心甲无道德，干那留落了崩落的山墙。走出了小巷，一座精美的建筑出现伫眼前，这就是著名的王氏宗祠。观众朋友啊，这当会长带来到咱这洛阳的王氏宗祠哦，那当会长非常的谦虚，讲这地是非常有特色，唔过介绍者唔是的内行，所以啊，伊甲我介绍了咱这宗祠的负责人王先生。王先生你好，来当讲介绍这宗祠的一寡历史渊源，还有伊的特色未？因为阮这宗祠属于说伫个洛阳桥边了，因为洛阳桥本来是一个闽南古道咧。闽南古道了是呐，伫宋朝准备建洛阳桥之前了，就有阮这洛阳王氏宗祠的存在了。哇，历史遐长啊！因为阮洛阳王氏宗祠是可能是王延斌的时阵听，因为洛阳处于泉州三湾十二港的其中之一了。王延斌为了要托咱泉州的人民有过啊好个日子，只能是向外拓展，伫个搭生活的人比较侪，都来自五湖四海的王氏宗族的人俩，所以说大家人自发踮咧一搭建一个祠堂俩，来以怀念三位开门始祖的祖先俩，安尼俩，所以说就建了搭个三个祠堂。阮这祠堂的特色是说无任何的公布牌俩，只能是复现。阮三个先祖的一个灵位哩咧。我看到阁有写开办第一吼，所以是王朝、王兴、王兴家，嘿，阁王兴弟三个兄弟啊的。对你安尼讲，其实历史是真长啊吼。那你的子孙应该嘛非常的多。那咱这几年以来，有甲一寡海外，或是迄个东南亚、台湾啊之间的，有一寡来。因为阮泉州呢是用泉州三开门三门的子孙海内话是300多万人了，哇，遐多了。
因为分布了全世界各国的各位有了，但是阮有成立一个世界王室中青年议会咧，啊，阮也经常因啊两年举办一届，一摆阮也有派人去参加咧。那伫这个过程当中，有啥物，互你记忆较深的代志无？比如讲来成军的时阵。成军的时阵，大概是感觉说，咱的祖先伫搭，咱的根伫搭，因为说是感觉说，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因为咱的祖先就是伫个一位的，所以说伊是感觉说台湾是甲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是是，王先生讲到非常的好吼，即个宗族伫个，咱就知影讲家己的本地的了，是毋是？而且我感觉这嘛是一个精神的寄托。好，等会长上来时间，咱是毋是要继续去考考呢？无等过来，伊就已经讲过见见咧，哈。好，感谢你吼，拜拜。再见。为古代到现在，洛阳出现过真多真出名的乡贤，而写落了世界十大情歌之一《空城情歌》的吴文桂，会用咧讲是其中最富浪漫气息的一个啦。这个伫个国际上真出名的音乐家的故居。就是分藏伫个画画，亲像一线天迄款的真简单的一条巷啊当中。但是伫个即块，吴文桂谱写并且编导了阿兰、费鲁祥、西邦、西武等乐曲甲舞蹈，始终歌颂光明、希望甲欢乐。会长一路安尼行过来，我确实是发现呐，咱这洛阳街太有特色啊，真有这泉州风情。而且我发现呐，你看街巷、路卡去，甚至连寺庙内底飘出来这香火味，还佫拍招呼的乡音，拢感觉非常的亲切。亲切，对对。但是咱所来要去的这所在是甚物所在呢？无，咱过来洛阳旧时代会提去参观者，嗯嘛。好，行。向洛阳桥方向继续向前行，有一座真典型的家庙，庙的外面采立着张氏大夫的石碑。不过陈会长讲，真正出名的古色好体，洛阳张氏大夫的并无伫个这个所在。穿过一条小巷，最终看到了好体的真面目。这个体地建筑结构精奇。在雕牛围洞的背后，也蕴藏着真多精彩的故事。观众朋友，我正甲陈贤是伫个即张氏大夫地内面呢。为入门开始吼，一直行到即阵，我就感觉讲，即张氏应该伫个洛阳真是一个大家族，是不是？是，啊，这个是阮洛阳张氏大夫地，啊，以这个张氏家族。是踮咧阮洛阳古镇，算是一个名门望族。哦，真出名诶！真出名，以后出了也侪做官诶，有五品官诶，有七品官诶，啊，五级人诶，所以这个是有名啊。哦，太厉害啊！那除了讲做官诶，还佮有其他方面出名诶，比如做生意啊，是甚？以后做生意，当时因这个张氏家族有开了。有食品行、药行、点灯行，各地也侪大茶村。太厉害了！从阮万安的这个洛阳古道、吼洛阳港，这样传销到东南亚各国、甲台湾，所以这个伊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这个重要所在。哇，太厉害了！所以伫这个所在是讲到这洛阳张氏大夫拢知影。是，是。啊，这个张氏大夫地内面，佫有一个特别所在就，而且叫做灵应石。灵应石。嘿，这个灵应石是咱张氏大夫地顶体风水宝石。哦。我看伊那像甲这个厝是连做伙，是毋是？是。到了清朝的时阵，因为这个中显大夫啊，中几年咯，了要做官咯。要来店咧起厝，啊，当时即搭海滩有一块大石，
啊，当时民间想说，啊，就这块大石，安那会用这大石拍来来做石料，因为所以大家为怎么想要拍这石？但是每当说咱若去来谈到这个石，你拍的时阵，都会出现意外。哦，唔是家庭的人袂顺，唔是家庭袂顺，所以大家卖叮当啊，卖叮当哦，所以真的是咱的顶天之宝啊。陈会长，那咱这了解了解历史吼，搁有真有意思的代志，以后咱是不是来去洛阳桥看卖？好，等过来参观洛阳桥。好，行。行出张氏大富地。在眼前出现的就是洛阳的另一个名胜——洛阳桥。这座建在1053年到1059年的牛石石桥，就亲像东西塔安尼，见证着赤东城的沧桑变迁。经历过种种天灾人祸，却照原是矗立在迄个所在，甲当初时相款。所以就双双成为了泉州人的精神图腾，建成要加几千年的洛阳桥的意义，绝对唔干那是伫个交通洛阳港的南北，伊阿咧交通着过去甲现在、现实甲梦想。我等下啦，我早就听讲咱这洛阳桥是海内第一桥，那今仔日是第一摆来，观众朋友，我拄只甲这陈会长为这桥头遐行过来，确实吼，这是一座跨海大桥，非常厉害，而且看起来非常宏伟。啊，那这个塔是啥物塔呢？想要甲你问一下。这个塔叫做月光菩萨塔，哎，啊，这个是建在咧北宋1059年。在那邊有記載，就是是也講出來。那為什麼叫做月光菩薩塔？因為那塔有一個菩薩像啊。那菩薩像啊，伊即搭在額頭刻有夜明珠，啊，到怎啊未衰夜明珠發出光亮，啊，發出光照在咧光上，多清楚啥？夜亮光，月牛的光，所以叫做。月光菩萨，所以叫做月光菩萨。当当时是这宋代的时阵，敢有法人有安尼一个技术，起安尼一个华海大桥咧？因为咱的泉州劳动人民真聪明，发创造了三款的先进的造桥技术。你唔知影多少款？你看一摆，啊，他看伊这个形成就安尼。有成就船哦，那你就一只一只的船，一只船啊，这个叫做发行基础，因为春船、洛阳江水波涛滚滚，海浪真大啊。你退潮的时阵，浪量真大。如果啊是长方形的，伊也用以海浪冲破，会稳。啊，所以用这个船型的，这咱们用咱物理混力多水流啊，对，混流啊。第二个特点，当时一条像石桥板啊，长10米、11米，宽是0.8、0.9米，高度最少有0.8米。哇，这是足high的。安尼一条起来，起码多着10吨、十。几吨大？对对。啊，要怎爱将伊吊高伫咧桥呢？对。伊主要无机器啊，啊无啥物大机器。是啊，啥物技术拢无。哎，啊，所以咱的劳动人民真聪明，因为伊看到洛阳江，既是江水甲海水的汇合之地，所以有顶吊甲退吊，只要咱即看是退吊的时阵咯。啊，退吊的时阵啊，咱就利用这个。海水退潮，踮咧将这大石板扛到岸边，哦，啊，然后两只大木船停伫岸边，成十个工人将这条大石板扛到两条大。也是辛苦呐，太不容易啊。这两点钟，海水丢掉来了，来，开始船摇来，哎，啊，过一步丢掉了，最过分，伊海水要退去了。啊！海水退，伊就主工地，啊！伊船开出，这个桥板就徛在桥墩顶了。所以这个办法叫做
父恩革命第三，因为春雨水无水泥啊，啊无水泥，你这个石头贴贴的虽然发生基础，但是窟窿啊也大，系啊，袂黏掉，袂黏的个。所以咱劳动里面就想讲，咱的嘿，咱的海蛎子啊，那鹅啊，鹅啊壳是不是？是鹅是等。是生在咧石咧，啊，所以咱这个桥墩也是石的，啊，所以就是将这个海里子啊，这个鹅，哎，将咧桥墩咧，是是是，啊，这个桥墩咧，伊这個海里子就生咧两个桥墩，啊，是生咧，死死个生生个死，是一直生生不息。那你就真屌啊，是是，所以就是大自然的力量，大自然力量。这款叫做从生物工程应用到建筑工程，是咱中国劳动的很首创的。外国人是不是做这会晓咧？到顶世纪，离咱中国早已九百几年。是啊，长了。这个叫做精密高技。好，等一下咱继续向前行。好，继续行。嗯。行过月光菩萨塔继续的向前，无偌远的所在就来到了中鼎碑林，一块记载搁较侪传奇的故事。主持人，咱即来到即带叫做乐云桥的中坛，哦，你看即带徛的咧，真侪这个石刻的，哦，这个石碑，啊，石碑，啊，那其中咱即看的之后是叫。这个中坛的碑林的其中一处，这块的唔啊，伊的雕工书法啊，更重要之作是咧对研究咱泉州的地震这个有关。你看，这搭写万历三十五年秋地震就起大潮流啊，接入遗骸，所以就记载是咱。公元1604年，咱泉州湾有八级的大地震，所以这个指控，这个碑刻是研究咱泉州啊地震的有咱的这个是见证的这个材料，所以就有地理跟历史的意义。不少人行了洛阳桥，拢总爱着去桥北的。千年古庙、交会庙看看，这个原名是定海庵，相传是蔡襄太守主持督建洛阳桥的造桥指挥部。古庙一直以来香火真旺，庙家交会庙三字是清朝公司状元吴禄的墨宝。庙内外。啊，留存着未少的碑记石刻，对研究洛阳古桥的历史有真高的参考价值。今仔日啊，带各位观众朋友行过洛阳的三里古街、两里桥，感受着遮特别的气质，感觉遮确实是一个好所在。唔知讲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恁的想法是安怎呢？或者是恁有啥物闽南的好所在要甲阮分享的，拢会当人关注温暖的微信号，也够单身的微博来甲阮进行交流哦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仔日闽南通节目就恁播送到遮，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喽。